就是出生去了点进去。没有，我早就不见了。他们怎么会有那个棒子？自己买的，还跟你说。哦，自己买的。我跟你说。啊？我？我？我很乱啊。跟下，啊，班比啊。我冷。好啦。好啦。怎么你的超丑？怎么你？哦了。又没差，我又没穿，又没头发，又没头发，然后又没有走，哎，排挤啦！因为他白去了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有请我们雄女最大的家长秀霞校长上台讲讲话，欢迎带给我们的尖叫声吗？每个青春都有值得留下美好的记忆，让青春不留白。今晚就是属于各位的青春年华，希望各位今晚精彩，精彩永远在心中。祝福各位做最好的自己，今天最佳男女主角属于你们的，祝福大家晚会愉快，祝福各位一切顺心如意，谢谢。那最后再让我们谢谢王校长，再给他一个掌声加尖叫。方姐，你干不可取，不要看到是女性的就这样。我坐过去。我坐过来这边。来坐啊！好可爱、哦。坐这边，我坐这边，我坐这边。有人卡一个。要坐那边。那边太……那我坐上来，我坐上来。好，你坐上来。名字好可爱的。名字啊，我看一下。好。你先上去。他有一撮，他有一撮哎。我养这个呀。啊！这面积好屌哎！我靠，怎么绑啊？太好绑了！是僵尸吗？哦，那刚好我来说，输了，拿来。上他就趴着。你再往前一点，你再往前一点吗？你再往前一点，对呀。我怕我这样子摇摇晃晃，怕你应该怕你撞到我家。而且你那个已经没救了，撞到我撞上面。哎，快讲话！我到底是脑袋很浅啊？因为什么都没撞，很干净。各位各位，我觉得我好像少听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快谈话开始。就是各位大家。先给我们你们的大队呼吗？来啊来啊，大队呼啊！不能输不能输。是什么啊？我们讲一个尖叫用。来哦，要站起来哦。要站起来吗？王博仁。我一队一队的，爽啊爽啊爽啊爽！第十五大队，爽！